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酸民的留言哦。后来康哥终于不再是亏妹节目，但开店该不会是女仆店？哇，这杯这个 OK， 这个 OK， 这应该不看哪来的批评，所以他只是开玩笑的。OK， 这是我们的理想，因为对啊，因为以前那个，这不是我们的理想，跟制作单位沟通一下，好，是我个人的理想，对，可以帮帮忙。对不对？那个节目让他的印象就是说，都有很多正妹或算是妹头，对不对？来现场这样，好怀念啊！对啊，那你这个空间，对啊，整个摄影棚都像这样，对，这个我们这个味道都不一样，麻辣锅，对啊，你们今天是偏食物，对对对，是康哥的点击率很大，很大部分是靠立冬的吧？哇哦哦，谢谢各位，这我老实讲。嗯，张立东从8年前，你知道我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？嗯嗯嗯，他8年来总共只请过我吃饭2次。哦，哈，我请他大概请了80次。等下康哥，我要爆料。哎，那天在我们店里，他不是说他要买单？对。结果你走，送你走之后，他说：“哎，大家一起分一下。”好，哦，又碰一次就对了。他假借说要请客，结果送你上车之后说：“哎，哇塞，分一下。”哦，杨明威居然醒了。对，他平常都是心里没有话不清醒的，讲出来没关系。他平常都在放空哦，而且我投资了8年，我也该拿回一些什么了吧？哎，对不对？靠他怎么样？跟吴宗宪节目一样，无肉不欢。哎呦，第一集无内容，我们是一个情色的节目吗？你看露露，多么健康，情色太健康了，太健康了，最健康，比统一发票开奖还无趣耶。对，有没有？主要是因为那个 image 是这样太强了，但是不会 OK 啦，不是他们每一次骂骂骂，还不是抢着看，对，不看哪来的骂呢？所以 OK 的，对不对？现在重播还超多人看的，是啊，脾气那么差，制作单位敢找他是要开讨债公司吗？这个节目是我勒索来的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开心了吧？对啊，但真心话是为什么？平常不笑的时候看起来是凶凶的样子。是啊，所以康哥在我们那个营业中里面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嗯，对啊，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有人来吃饭呢，通常他使一下眼色就大概要买单。哦哦，要买单什么？就是一个在赶客人，就很容易就赶客人啊，翻桌率会很高了，翻桌率很快。我们是龙门客栈，在拼翻桌率，然后后面还在磨刀。明威，你再帮他回啦，来回啊，这个好不好？如果太难开，如果开讨债，哎，但是前面有讲鬼轮，一定看哦。嗯，鬼龟跟鬼轮哦，鬼轮哦。哦，回复啊？那你应该再打一句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东西？我这个回应这个都用 Siri 啦，否则就打不过。哦，用 Siri 可以。那 Siri 有时候他会回错，他会有时候听错。对啊，打字会打错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我 Siri 啊，然后我打回来的时候叫那个助理帮我订个机票。哎，对啊，就出来就是说帮我订个机票。哎，对啊。对呀，那心里面还高兴一下哦，哎，也不错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靠立冬那个，靠立冬那个，立春、立夏，哎呦，立冬、立秋、立冬，哦哦他有用幽默，但是不好笑，对，不好笑哎，我刚有点出冷汗，你知道。哇，你打字真的是很乌龟，谢谢，我希望你有一天变成那块肉。有一天来做来做做来做高级节目啊啊，普通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蛮普通的。哎，我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我没有再办法再做。谢谢他的回应，让我们极为失望，好不好？请坐。好厉害啊！人家说你妖怪给谁的呀？啊，这个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上节目要问问题，然后宪哥就会觉得我很吵。好。不会啊，很吵，这是一种。那你上次有逼说不要叫我不要再吵了。不会，吹哨子。那只是效果了。对，这样。但是因为我问问题，就是真的就是单纯想发问，我不是为了吵而吵。比如说一个 game， 我们已经讲完了，一边，哎，请问看看这个那个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我想要知道。
对对对，我也有规则搞不清楚。对，因为我有时候他们讲很快，我听不懂，我就会再发问一次。你怎么看？你的角度就很吵啊。你这样觉得？哎 ，Hello， 哎，你们六个人当中，如果每一个都太文静的话，也得了。对，也对，对，要有闹的，要人物设定，每一个人有人设，对，人设，对不对？这个哎，感觉像老板大哥，对不对？经营之神，对，啊，这个有个可爱的妹妹，这样锵的，吵的公主，吵杂的，然后有人夫，对，对不对？没，那两个算灵魂了。灵魂，我还有在旁边，你都不知道他们在。我做节目的灵魂没有来，灵魂人物。还有炎亚纶，你不要看人家还是去年金钟奖得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听说都靠 Sandy 跟那个曹丽。唐老师，我不在，我们就在糟蹋人家。对啊，因为他不在，没人过问了。每个人的味道、人设，所以这个方向。那帮你回那个就是康哥的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我们看一下康哥。狂对嘴啊！不知道请他来干嘛？说你狂对嘴。这个是有一年有一个节目，然后我就指教了一个选手，然后我就被骂得很惨，然后这个就一直被留在网络上。指教他，我请他把眼镜戴好。哎，他怎么？他把眼镜放在这个鼻梁处，这样。然后，因为我希望他可以把眼睛戴好。有些人你可以跟他讲这，有些不能哦。真的，比如蔡圭。对，那我请他戴好，因为我想要看蔡圭。蔡圭是他的造型。蔡圭姐姐，对，他觉得是造型，但是因为我就觉得想要看你就是完整的样子，就是帅帅的样子，我没有恶意。但因为当天录影的时候已经凌晨两三点，然后有点倦容，然后就表情偏真实，所以那时候就被攻击的蛮惨。哪一个节目会录到那么晚呢？会，蛮多的。对，我录的都很晚了。基本上每一个都这样。那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你就说狂对嘴，不知道请他来干嘛？以为是婷婷在唱歌啊？哪一个婷婷？张婷婷吗？哎，啊，你懂什么？当年我去韩国就是去学对嘴。有，因为在节目里面，整个只会吵吵闹闹，乱讲话，吵死了。好 ，OK。我真的很想回答说，你才吵死！漂亮，就这么回了啊？不会啊，就是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很吵，但是我吵，我是真的蛮吵。那还是回那一句好了，就吵到你妈妈，吵到你老母，我是有吵到你老母吗？我有吵到你，我有吵到，我有吵你老母吗？这个怎么老母？这个怎么回？我有，而且你要用乡音，我有吵你老母，吵到你老母。夸号，要夸号乡音吗？对啊，他人家付我钱，我去那边不讲话。哎，也对，有道理。要职业道德了，前面也要回了。Kid 开车那么辛苦，Kid 私底下很懒散，因为 Kid 都不讲话。OK， 好，会这样好笑，这样好笑。OK， 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